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太重要了，你没有得看别人。对，你要，我就是我视力丑他不太好，就是你需要一个隐形眼镜。对，你没有隐形眼镜怎么办？然后呢，带一些护肤品。护肤品，对。哎，最重要是什么？防晒霜。防晒霜，男人就得怼。给自己好，你看我现在就是哇，你这个已经没救了，我觉得。对，我觉得已经太男人了。你已经很健康，太男人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还要带什么？带一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剃须刀。对啊，你这男人肯定需要啊。来一个嘛。这里没有什么我需要的。剃须刀。空调电视机。哎、最重要是。空调水电。这是什么？口香糖。口香糖你为什么要带？你没有口香糖你怎么宣传？这是、就是你有那个嘴巴里有、就是、不是不是，这是奇怪的。你要男人呢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练大练大了，对，然后呢就是就很 man， 对，有劲，太棒了。你没有这个你怎么宣传啊？男生宣传不了，肯定需要这个。而且你跟不认识的人，比如说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想让你帮忙，我就可以先给你个这个。对，你帮我一下。这是给你一个绿技巧，对，男人啊，还有什么了？空调啊，空调，空调也可以带啊，多热啊，38度的北京，对呀，你哪那个空调多棒啊？这对呀，你怎么？没啥，没啥好带啊，就是男生呢，就是。简简单单这样，对，我们就多简单这些，对，咱也没带多少啊，简单过头了，对，没那么简单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行李就差不多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